能抽到包装有三个球，其中有一个球呢是绑好的成品，直接打开。打开以后，直接把它放下来，然后这边撕开，直接粘到绑在底部，直接挂下来。然后呢，球离地呢正常是一个羽毛球拍的高度，甚至更高一点。如果熟悉一点，可以低一点啊、哦。如果说不熟悉，可以更高，挂更高一点。那中间呢有一个开关，开开它灯就亮了。拿起来的时候，先把它挑起来，然后往前，这样，这样，非常简单，想怎么抽插都可以。我们这个球的弹力线一共有40根，这边都是弹力线，把这个弹力线直接拉出来一根就可以了，它就是一根弹力线。